哟，小西，起床了。早啊，佩姐。其实我早就醒了，这一天或许就是今天。Hello， 小西，今天的你非常美丽，爱笑的你，这身形算是重量级，粉红身体加上这个造型，哦哦，梅西比你更美丽。哎，小西，看来心情不错呀。那是因为今天我会被选中去大世界，找到心灵相通的孩子，点点说的我都能背。我知道，但兴许今天我就中了呢。把起床气赶快甩到精神胜利，每一天都很美好，在丑娃这里准备好把好消息传递，哦哦，走吧，这感觉无与伦比，我充满自信，我可以，心底里我明白，这一天期待的终于来临，我看见红太阳高高挂天上，一切都很开朗，跟着歌高速城市向火箭飞翔，我感觉轻松像飞机一样，只相信有人唱，走过来就不怕，疯狂到有意思，这感觉真是无与伦比，这生活真是无与伦比，蝙蝠上树，冰淇淋我请客。纸来了，欧格市长，这是最热门的新闻。谢谢你，小西，就是今天了。你也这么觉得？如果被选中的话，会不会被一辆加长版的沙滩车接走，或是更受欢迎？我说的是今天举行植树仪式。哦，树先生，您这边请。好吧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些关于大世界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娃娃的事情，只是传说而已。可大家都这么说，相信也没害处吧？先别管了，这里过日子非常好。狂欢庆典接着来，排队停不了，在小巷疯狂的大舞会，哇哦，对，没什么比这样更好。早安，小西，我的新品你要尝试，太危险，这是草莓巧克力冰淇淋馅饼，比孩子更吸引，对不对？ Bubble， 简直是美味无比，期待那一天快来。可是在这之前还是要继续排队歌唱，在这里平静满开的小城市，居民们像风吹得很亲密，就算是剩下所有完全跌倒，那真的感觉比什么都好，每天都很充实，太多太多次，如果需要烦恼还有什么可注意了，出转转吧，我带他过去。大消息，我道格在此，这能这个月这一天的大事，秘密的消息，记得通知你，你要听听，你要仔细。萌萌和船长，名家名家，但是有时候搞气氛最擅长。萌萌就是精一精，这真的是无与伦比。有一个疯狂也带着疯狂世界，我们的情绪也特别高涨，我们要鲜明形象，有歌谣所唱，我们的情绪比以前高涨。是不会停，绝对是了不起，真是有点疯狂，但感觉这是无与伦比。食物大战开始，也许除了大世界吧。